那么讲，各位小姑娘、小小孩，欢迎回到我们会。今天啊，与大家一同来分享的是《变形金刚：超能勇士》BWVS03 迅速对决黄豹对战黄蜂。那首先呢，要感谢一下好友苏黑的王者妖借给我的这一套对决套装。之前已经做了01、02，我觉得03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就顺势给大家做一下，把爪妖的这个收藏呢借过来，与大家做一个视频分享。整个产品的包装呢是一个套封的样式，之前在01、02的时候已经跟大家做过分享了。正面呢是一个人形的对决，整个的黄豹和黄蜂呢呈现的都是一个奔跑的状态。那在超能勇士中呢，这两款呢分别也是巨无霸和原始兽最初出场和变形的两款人物。另一侧呢就是两款兽形的一个展示，可以看到这个也是黄豹最初登场时候这种受到惊吓龇牙咧嘴的一个造型啊，黄蜂在天上嗡嗡嗡作响的一个样子呢还是历历在目。没想到啊，这个时间过得是真快。套封呢简单也来看一下，呈现的是一个世界初复古的一个造型，顶端呢这个感觉来说呢确实是有一点世界初古早气息的一个年味了。纸品方面呢，一张纸品，两张人物卡，后面呢是做了一些世界初的人物卡属性，这个呢还是蛮有意义和价值的，卡片做的蛮好看也很细致。再来看一下兽群本身呢，因为这个模具呢已经属于老生常谈的产品了，所以呢我们就简单的过一下涂装就 OK 了。整个的这个颜色呢，我觉得发色还是比较 OK 的，略微有些色差的地方可以看到连接的手轴部分和关节的这种黄色呢多少还是有些色差，本体方面呢是偏这种淡黄色的一个样子。画纹方面来说呢，应该是呈现的最自然的一个形态，整体的这种斑纹呢非常的自然，嘴部打开之后呢是有牙齿的分色，口腔内部呢有粉色的一个涂装，渐变色整体的一个样子来说呢过渡的比较自然，眼睛的部分呢有这种眼球的一个涂装，整个的一个视觉效果来说呢还是不错。但是有点比较可惜的就是连接的这个关节样式呢还是有些蓝色的暴露，如果整体呢在这个部分呢处理的更好一些的话，那整个的视觉效果会更好。那根部的一个关节的松紧度来说呢，我觉得处理的比较适中吧，没有过松或者过紧的现象。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黄蜂本身，这个绿色的发色呢就非常舒服了，头部的这个部分有点金属色的一个发色，那躯干部分的这个绿色呢多少也会有一些金属色的发色，翅膀部分呢相比较于世界初呢颜色的一个通透性呢会更好，尾部的这个分色部分呢有一些金属色的一个质感，整个的关节方面来说呢没有什么松散的现象，一体性呢刻画的也算是不错。那两款呢兽形方面来说呢，我觉得黄豹可能会惊艳于我，至于这个黄蜂形态来说呢多少会差点意思。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人形的一个细节表现。首先呢整个产品呢，如果说兽形呢，我个人评价呢是兽头的这个渐变色和过渡呢比较自然，人形呢确实是目前最漂亮的黄豹之一了，尤其是头雕的一个呈现涂的是非常非常好看，整个的这个金属色呢发色是非常正的，包括面雕部分的这个分色和眼睛的这种点缀呢都做得非常好，根部呢是一个球形关节，保证了它的活动性之外呢整体的一个涂装呢也很惊艳，肩部内侧也是黄豹肚皮的这个位置上面呢也是还原了动画中这种豹子斑纹的形象，这一点处理要是给出好评。手轴呢是这种塑胶原色，但是发色方面仔细来看呢还是会有一些金属色的这个金属粉在里面进行一些融入吧。腰部呢紧实度呢没有什么问题，裙甲部分的这种金属色的发色，包括大腿的分色，脚掌部分的这种金属色的一个呈现呢都是比较好，只不过是我觉得比较可惜啊，在套装里面这个小脚掌的问题啊也是并没有得到一个解决，而且呢这个地方的一个打铆呢会有一点点严重，所以呢会有一些白痕的呈现，其他的都还好。脚掌部分呢由于它这个融入了一些金色的一个金属粉在里面，所以呢整体在视觉观感上呢确实是并没有那么突出了，整体的一个人形刻画呢也是很 OK 的。那武器部分呢，这个亮银色的部分稍微是有一点点金色的一个质感，看起来也很漂亮。总的来说呢，这个黄豹呢在人形方面的这个金属色的分色呢提升比较大，头雕呢也是非常好看的。再来看一下黄蜂，绿色在身上的这个部分呢可以呈现的会更多一点，尤其是小臂部分和胸甲部分呢呈现的是这种金属绿色的一个质感，头部呢也是这款产品最大的一个亮点，我觉得分色方面呢可以做到一个非常精美的一个感觉了。眼睛的复眼细节刻画，包括头领的部分都是有相应的金属色，而且呢侧面呢也有这种原始兽的一个标志，后脑的一个透光效果呢异常的舒服，头雕部分的这个分色呢做的也是很到位的，
那这个黄色部分呢，有些金属的一个光泽，整体的这个质感呢，刻画的是很舒服的，包括这个小腿、大腿部分的这种黄色，都发着一些金属的光泽。整个的小腿部分呢，仔细去看呢，也是有一点珠光颗粒的。整体的一个造型呢来说，都是非常 OK 的。在这款的黄蜂里面，它这个腰部的一个卡扣的紧实度啊，控制的灯是非常好的，没有说像其他的产品呢需要安装配件包呢来进行一个腰部的固定，整个的腰部的这个紧实柱呢，使劲的掰一下才会出现这个松脱现象，一般情况下呢你给它锁定里面它都不会有这种松散的现象。所以说这个套装呢，简单总结来说呢，我觉得人形头雕呢是这款套装的一个亮点，黄豹的一个松紧度呢处理的是非常得当的，包括黄蜂的这个通病腰部的这个地方锁紧的位置呢也刻画的比较 OK 啊。刚才忘记说了一点，就是这个套装里面的黄豹脖子上卡扣这个问题它是解决了，它怎么解决呢，就是工厂大妈直接把这个卡扣开盒的时候就给你搞掉，所以说不存在这个断卡扣问题，也就没有这个卡扣，也就不存在断卡扣这个说法了啊。这一点我也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啊，反正我觉得其实也没有什么多大的作用啊，所以说这个卡扣安装可安装可不安装吧。整个来说呢，这个套装目前三张左右的一个价格，单算下来一款产品呢就是1.5张，比王国原版呢能贵出一些，但是涂装目前也是最还原动画中配色的一款。至于这个黄蜂呢，好像最后有一个对决套装是黄蜂对战这个鬼魂红蜘蛛啊，不知道配色方面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区别，但是呢目前如果你没有原版的话，我还是推荐购入这两款的。但是如果说你有原版的情况下呢，那你可以斟酌一下，其实没有特别多的一个优化，兽形方面来说呢黄豹更好看一些，至于黄蜂来说呢，目前我觉得差别性不大。那今天视频呢就简单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的一个收看，最后再次感谢一下爪妖借给我的这个产品来跟大家做这个视频分享，那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